这是看过的没吃过，我是张西西，我要几份毛肚给你一个火锅，真的只是一人量。这个老板特意叮嘱，只算七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。嗯，真的很脆，这样感觉太爽了，我天爷！太爽了，就是它好像要薄一点，仅此而已，口感。差不多。看。这个比这个脆太多了，这个口感比较好，真的。你们点的这种大片的多一点，还是这种切成丝状的多一点？嗯，爽！开火，煮下一锅。最近早晚都开始凉了，我真的是要抓紧时间，抓紧机会穿吊带，不然夏天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我又穿了这件，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一件？我超爱这件，这个吊带配上一个工装裤，然后再搭一双黑色的靴子，哇，特别帅。我还有个白色的，也是在得物上面买的，得物上面款式真的还挺多的，还都是正品，好多阿迪耐克都特别划算，现在有活动，你们爱不爱穿吊带？这个熟了吧？你们赶快给我科普一下这个绿毛肚，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，我总觉得我被骗了。把这个捞起来，把这个绿毛肚下进去，这个绿毛肚真的只有一口的分量，看到没有？啊！不过重庆我觉得很多人都吃那个油碟儿，还有干碟儿，干碟好辣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北方待习惯了，就很爱吃麻酱。嗯。被煮老了，这可以捞了吧？嗯，咱们来品一下这个绿毛肚啊。哇，哎，算了，这个好像真的脆很多，哎，脆很多，还是我这心理效果啊。嗯，而且滑一点，这是为什么嘞？嗯，你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嘞？我应该去百度一下。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。如果同等价位的话，我肯定会挑这个，口感好。但是第一波那个西安毛肚最贵的那个，我是没品出来有什么不一样。